for management insights, for Fudan, and for ICMR. This is really a very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happy day. After 6 years of hard work by Dean Liu and his team, Management Insight is now in a great position to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journal of science-based knowledge. 管理视野呢，它是喧嚣中冷静的声音，它给你提供思考的内容和独特视角，利于搭建学界和商界管理者的桥梁，还有一个是东西方的桥梁，传递全球领先的管理研究和商业实践，这个是我们的使命。把我们杂志当中的很多的作者主讲请到我们论坛上来，和我们的读者们见面来探讨分享。我也希望我们第一期的科创主题的研究，你们的初步成果也可以在管理市场上先来发表。对于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来讲，增加管理知识，在管理方面有所突破，几乎成了科技领域的企业能否生存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。在企业的成功里边的话呢，如何把团队组织好，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利用好，让它转化为一种这个有效的社会价值，那么这是所有创业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。第一点是我们必须尊重科技人员，注意鼓励创新的文化。第二点，任何的科技创新一定是跟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的，在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，我们应该给予其他的这些合作者注意足够的尊重和重视，大家共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。科创企业面对的问题其实丰富了我们管理研究的内涵和边界，也丰富了我们创新的机会，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研究的主题和我们来反哺企业的机会。人是核心资产，人是最终的核心竞争力。我相信这份杂志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期刊。期待管理视野重装出发，领读新知，熔炼智慧。领读新知，熔炼智慧。期待管理视野重装出发，